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就住那个，我也觉得我们今天会露营。哇，我的天，放你啊！我喜欢，我没有在沙漠露营过，但没地方感觉没地方洗澡，都露营过了，就太老了，不用洗澡，懒得洗澡，真的是很懒得洗澡。哇，很开心哦，哎，到底看到牙齿了，对啊，这个羊很有用，这样子超白。如果我们家越兴奋，它越会，对，它会特别想要，不会觉得。我们是不是要忍住？我要忍住，忍住，感觉这样没什么，忍住我们的情绪。对对对。超帅！我们真的在 flow 哎！哟呼！耶！然后我们的司机大哥非常镇定，不太狗笑，不苟言笑，不是狗笑，不太狗言，不苟言笑。对，然后呢，就直接在那边穿梭，真的很帅。可以拍一下吗？哇塞！哇塞！吓谁呀？哇！我自己我还以为我的帽子跑出去了。自己绑的帽子。后面那个沙很扯哎。前面就沙漠嘞。好酷哦！哇塞！人生第一次，真的。我刚刚只是头露出去一下就飙泪了。哇！好厉害！起来！他现在在开巴黎打卡，是不是啊？对，这样。他觉得很有成就感，超很帅哎。到了。住饭店吗？哇！哇，这岛好酷哦！哇，是住帐篷哎，超帅的。哇，骆驼。旁边是骆驼。哇，骆驼。哎，骆驼有可能就是我们明天开始的交通工具了。哇，没错，我要开始晒骆驼。晒力。哦。晒骆驼。我快进在上面了。到了。到了，我们之前住的饭店超帅吧 ？Shukran Zealand， 哇 ！Thank you so much。哎，这里真的太屌了啦！太美，好酷哦！超美的地方哎，超美的，美到爆炸！哇哇！没有想象我人生中会有真正有一次站在沙漠里，真的！耶！好漂亮的地方。预备，开始 go！ 啊，哦耶，哦耶 ，come on，come on，come on， 耶耶，跑得不要快，快一点，转身，转身跑！耶，再跑，再跑，哦，还没停，还没停。就是我们真的来到一个大漠当中，然后今天好像就要住在这边，我觉得兴奋度有慢慢在超越哦。虽然就是以我这个周年专家，哎，小声小声小声，对，我觉得已经慢慢就是跟就是去欧洲的那种瑞士啊、荷兰啊，然后纽西兰啊，我觉得越来越超越，真的是此生必须来体验一下的一个国家。赞！今天晚上您输掉的话，明天就好好睡觉。我打算透露几样明天的内容哦，好不好？好。如果您这趟来没有做到这件事，怎么样？等于没来，没来，等于没来。该不会在沙漠里面骑四驱车那个？骑 ATV？ 骑 ATV？ No， 各位，各位，紧张哦。清晨，太阳旭日东升，东升，对，从沙漠那一端起来，太阳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这边也起来。四个人在上面燃烧热气球，热气球，哇！奇怪，奇怪哎，都奇怪哎，我要啊，我要，我要，宪哥房间，这宪哥有睡，宪哥房间，宪哥，我知道啊，就是告诉你，热气球就是他在非洲的痛，哇，该不会一辈子跟热气球无缘吧？砍掉一拜就好，不免夸。来，一拜，一，哥在，哥在，今天早点休息，我们要开运输。好啊，你先来。啊，好羡慕。最开心啊，就这样啊。
懒瘦嘛，懒瘦，现在真是懒瘦，懒瘦香菇，本来是开开心，懒瘦来到这里。现在还想去对不对？我想去，想去 OK。今晚有可能是我们在阿曼玩很大里面最重要的一次决战。哎呀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加油！气球啊！哎，热气球！他被乱到了，他被乱到了，他现在不知道怎么玩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我们做过了，我们做过。非洲你有去？没有，我们做过绿 T 的，你有没有？哇哇，有北极熊哎！哇，北极熊！我有一个名额，我要把我这个名额让给。黄队当中的一位，七二，哇，哎呦，这不错哦。好，到现在，好好，要不要分开就好？好，现在四位眼睛闭起来。哎，等一下，一二三四，好，眼睛闭起来，四位，然后手往前面推出来，你比出这个数字，你希望几号去？几号？可以去热气球，而且必须要得到两票以上。一，好意思就比二。哇塞！好，手冲回去。可是我不敢去哎。OK， 都没有一样的，那就你们四位。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！你还验票？哎，妈咪啦！啊，非洲没去，让你去啦！各位，我一定会好好去的，好吧？各位，敢去哎！各位，我一定会去，好，把东西拍回来给你们。恭喜登上我们的沙漠热气球！哎，哦，明天早上去会跟他们有点不该搭嘎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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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穿的黄皮啊，去参加黑会，恭喜啊，恭喜恭喜！哎，会不会你飞得上去，但是你戴眼罩？你不要想，你没有吧？没有，哎，他是炸炸。我很残酷的直接跟 Alan 讲， Alan 起来出门了，他一起来我就说，哎，你不用这么早起来，继续睡哦。还叫他继续睡，对，先把他叫起来之后，你继续睡。对对对对我第一次坐这么大的热气球，哎，我第一次要坐热气球飞出去。之前本来可以坐的是什么时候？非洲啊。哦。然后有一次是虚拟的，就是最近接了一些 AI。对啊。对，就在那个绿幕前面飞出去了。哦，真好看嘞！好热，热啊！好热，好热！哇！哇塞！有弟弟，拜拜拜！拜！哇！一定很美，哎呦，我都没有那个，我会把我手机掉。哈哈，离地了。哎，来玩很大的最终目的就是这样子。对，好幸福哦。好不好？啊，不，滋呀滋呀，不然好像等一下我就说怎样。我们哎，它其实离地很快哎。超屌的，超快的，超酷的。你知道你上次没做到是很可惜呀，对啊。我们现在人的位置就在那个旁边沙漠的这个顶峰上。虽然说这三年呢，我们都没有出国做一个年度大企划，但是呢，我们一直非常努力的把节目做到最好。每一年的年度企划，我们都是用最认真，然后最努力的方式去把它完成。今年终于可以出来，就是阿曼。我个人觉得。这个热气球是一定要做的，不过真的是要谢谢宪哥啊！真的是要谢谢宪哥，我真的试出这个。哎，你说真的，宪哥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是疼我的？他超疼，超疼，我跟你讲，他超疼。哎，你除了谢谢宪哥之外，你也要谢谢你黄队的队员啊！谢谢黄队的队员，然后谢谢 Alan 哥，
谢谢小齐炫，谢谢叶星辰。如果没有你们的选票，我个人是不会出现在这个热气球上面。哇，好漂亮！但是在沙漠上做热气球，这个真的是如梦一般呐、啊。哎、欸，真的真的就像梦一样哎，就是也不敢想象，我们现在居然是在空中。对啊，然后准备看着日出。然后下面是那种一片大漠的景色，而且这种 view 怎么会有啊？图片看跟整个亲眼看真的是差太多。我跟你讲，我用手机拍，真的，我讲真的拍不出我眼睛里看到的那种壮观。真的要好好享受在这个热气球上面的时刻，因为你下一次有可能是四年后，或是五年后，可能此生没有了。对，对不对？哎，只搭过一次，要赶快拍哎！身为一个专业的凹豆人，我要肩负起拍两个品牌的照片跟影片，好不好？谁都不得罪谁。完了，有太阳，先看，先看，有太阳哎，太阳，太阳，红美的颜色哦。红队要感谢王很大红队，我其实因为借着这个王很大，就是出国旅游蛮多地方的，然后很多地方也都是王很大带我去的。然后在没有玩很大之前，我真的是穷到真的没有办法买一张机票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。参加玩很大这件事情是我人生中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情。对，而且你已经参加了九年了嘛？对对，那我今年算是才快要两年。对，那我其实更应该感谢，因为我必须说，玩很大带我去很多第一次去到欧洲。然后我的周年好多次，这样讲你都会不舒服，都会不舒服吗？你不舒服我就不讲这一趴。我不会不舒服啦。好，就是像是瑞士、荷兰、纽西兰，然后这次又第一次来到中东。中东，红队王很大带我去的，都是真的觉得一生必须去一次的那种地方。对。哇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值得来。我说如果在上面还可以再早餐的话，那哇，哇哦，人间没有遗憾。如果在上面再玩一关就不行了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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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现在收看的不是世界第一等哦，哎、欸，那个是骆驼纸踩过的，哎，哪里？是不是我是谁？黑鹰集合。哇哦，哎，这真的是骆驼吗？对啊，好酷啊、哦！哦，哎、欸，撞到了。太撞到了！哎，冲沙，冲沙！哦，他碰到了哎！冲沙，意思怎么了？录一下，冲沙。OK， 啊，他说我们如果撞到的话，大家要帮忙推啊。他很幽默，哎，他很强哎，他贴地感抓得很好哎。哎，所以这样子飞飞飞，我们真的飞得蛮远的一个距离。在对，我觉得那些车子都能追不到我们哎。Guys, remember landing position? Yeah. Okay, remember your backs that way, okay? Okay. 等一下就会很轻松的往后躺。哎呀，来了！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热气球的降落，实在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他怎么有想过？他怎么想过这样降落？我觉得他都会有一点点撞到。哎呦，蛮舒服的。哎呦，我们要飞起来了！又飞了。哇、wow. ！OK， we survive. Wow, nice landing, nice landing, nice landing. Thank you. 哇塞！超值得，他是很厉害哎，他是我第一次坐热气球，然后降落的时候不是躺着的，他是直接立着哎。因为今天状况也不错。对对。Thank you. Awesome. 超爽，超爽。Super man. 对，来个。Yeah, like you are remarkable. You are remarkable.超美哎、欸！我个人觉得，我很大最最最最最最棒的奖励就是坐热气球。这九年以来太幸福了，加倍开心。这就是那句话，人家讲要失去过你才懂得珍惜，得来不易，得来不易。歌词歌词，我算是失而复得。对，我觉得你这个周年的这种感想的话，我觉得我很大又超越。对，太厉害，真的超棒，真的。你们讲一讲你们得到这个奖赏的感想，不要都是我讲。我觉得好像从头到尾针对我。我觉得这个奖赏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，此生真的难得的，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，真的。而且听说还是有继续有奖励的，没错。哎，这我很期待后面有什么奖励。对啊，我觉得你继续期待下去就对了。哇，好幸福哦，谢谢王很大。
拜，真的谢谢。九周年生日快乐！太好了，来热气球组哦，热气球组，热气球组，阿哥。为什么好像就只有我一个 ？OK 了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很加油，哇！不要，不要。好了好了，你还要这样？我不是，这个耳朵比较敏感，这个耳朵比较敏感。不是，你唱歌讲感言讲到都哭了，真的哎，这要爆一下心扉啊！哎，你那对我是不错，我养哎是不错而已哦，不是还不错还不错。不过演艺圈里面像有大家庭，对人跟人之间呢，互相相爱，这一片叫做什么？路西派沙漠？怎么说？这个名字叫什么？哦，我喜欢，像哎，哎，东西不要改名字，我喜欢。配菜也没有多出来什么名额啊，对，然后我还顶自己哦，哎呦，那谁，不比啊，他称为队长，不让队员去，还是比一，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，哎，怎么样？这样会带风向，带风向。